那开始以前的啊，嗯，以前在我们那开始在我们村呢，就是堡垒的了，嗯，很堡垒的了。哦，像以前我们那个新市局的过来，那土地团啊，嗯，过来帮那在帮帮这本村的，帮那防匪队剿匪的。啊，剿匪啊！啊，是啊。就是您以前当时当解放军是哪年入伍的？现在那个记得不清楚了。啊，不清楚了啊。那个以前的都是我们从那个。从那祁阳县过来的，湖南祁阳过来的。湖南祁阳县是吧？湖南祁阳县的。湖南祁阳哪个祁？这个祁吗？祁是祁东的祁。这个祁吗？不是这个祁吧？哦，是这个祁啊，是。啊，启发的启啊。这个祁是吧？啊，这个祁啊。是不是？这个祁是吧？嗯。啊，祁阳县，就是你。就是。嗯。开始说的是那个还两岁多的时候，我是说。叫哭的时候，嗯，老师叫妈啊，嗯，哎，他老人家说，哎，这个人就好像牛叫的妈妈啊，嗯嗯，好像牛叫的，我开始一说，我就说，开始我是解放军的，我是那个以前是全的绿色军装的嘛，啊，绿色军装，是绿色军装的，全部是那个白鞋子的，那个包就那个条嘛，对对对，就裹起来的，对，嗯嗯。但是说呢，我们在这接到命令的话，到这里我帮他们剿匪。啊，那应该是四剿匪的话，是不是五几年了？五几年了，因为五几年国民党已经退了。啊，是啊，解放初期嘛。啊，解放初了啊。是啊，解放初期嘛。嗯。像我们来的时候，我就来了第一夜，来了第一夜的晚上，就到那个鼓楼边，升王鼓楼边了。哦，交开会议了是吧？鼓楼边就是召开会议，军事会议啊。交开会议的和那个防匪队啊，嗯，和防匪队交开会议嘛。防匪队啊，防匪，土匪的匪啊。对啊，防匪队，防匪队召开会议。那是交开会议，他们都还有那个在我们那个堡垒啊，就在我们村的，都是这样子，那这个田。这个有几个大门，结果几个大门，这个是他们这个小的门，这个不是主要的啊，这个是不是主要的？嗯，这个是另外他们到那个的，到那个其实要点水啊，就是从这个那个到地主富农都把这个小门打开一直打进去，我们这啊，就是这是个围子是吧？当时这个村庄带围墙的，这都是围墙的啊，带围墙，那这个就是。这个带着围墙的话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小门，这个小门就很小开的，很小。这个防匪队就没派你去修，把这个没修这个，就他们一直打，我们在这里召开会议，我们在召开。你们在这儿鼓楼下，鼓楼在这儿，对对，鼓楼在这儿啊。那就一。然后呢，在这儿召开军事会议。对。他就打过来，他就枪一次打过来。然后呢？是什么武装？是地主武装？是吗？地主吗？是。是地主，是到处过来的，三江和那个。三江过来的啊。三江和那个那边龙胜那边。国民党的参与部队吗？对。国民党的参与部队。是啊，是在这边咱们都是土匪的，土匪过来的，土匪过来。那个以前那个有的那个妇女啊，那有财的，就躲到我们村子。哦，就躲到这个身子里面，躲到这里面来。哦，躲到这个很大很大，这个也一百多户了。啊，一百多户，像个小城市一样。哦，那是一百多户了。一百多户，外面是城墙。哦，这外很高的墙，这两米多的，这个这里两米高的啊，两这个一米，这都是炮眼。炮眼炮楼。这都是炮眼，围墙有炮眼。啊，有炮眼是吧？哦，都有炮眼。枪眼啊！你上面那个像上面这个围墙可以踩到的一米多宽的。啊，一米多宽，嗯、这个有一米宽的，一米宽的围墙啊，那就像一个古代的城古城一样。对，我们到我们到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会议是吧？嗯。第二天晚上召开会议就到了，他那地主富农都知道了。直到这三方都从这小门开始，地主富农的地主武装啊！哦，对，地主富农，地主富农啊，地主富农帮那个土匪啊，帮土匪开这个小门，开了小门，这个土匪是里面的土匪内奸，是不是内奸？土匪啊，地主富农开门是内奸开的，开门是地主富农是本团的，
里面的地主富农开了门。你像这个、像这个像这团都是地主富农住的多。哦，地主富农住的多。住的多，这团。哦，好接应的。这个小门的很小开。对对，这些就是里面有内应啊。哦，内应字、啊。有内应。如果地主富农不开门，他们就进不来。啊，有内应。对。因为城墙海厚嘛，旁边。没房地这个。啊。没房地这个门。嗯。没房地这个小门。嗯。像我们打进来，我就当时得。来了多少人？他们。他们很多人的，很估计有几百人，没有几百人，那就没有几百人，就几十人，几十人，几十人，他就反正晚上了啊，就那你们这边在晚上，你们这边的政府部队解放军多少人？是啊，在我们是来八个人。